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2019年世界杯橄榄球赛正在日本举行，总共有12个主场馆作为比赛场地。而在大分体育公园综合竞技场的3场赛事中，大分县动物园的一只猴子已经成功预测出2场比赛结果。虽然第三场没有预测成功，仍然可以看出日本民众对橄榄球赛的热情。2019年世界杯橄榄球赛在日本开打，日本九州大分县高崎山自然动物园在开赛前夕，为了炒热气氛，找来园内一只名叫 Goro 的猴子，预测在大分县举行的3场赛事胜负。9月17日，园方把对战国家的旗帜卷轴挂在高处，下方悬挂猴子喜欢吃的地瓜，让 Goro 自由选择。首先登场的是10月2日纽西兰对加拿大的赛事， Goro 往上奋力一跳，选择了纽西兰。接下来10月5日澳洲对战乌拉圭， Goro 左看右看抓下了澳洲，事后证明这2场都是成功的预测。第三场10月9日威尔斯与斐济之战， Goro 不加思索，轻轻把手一伸，斐济旗帜卷轴跟着落下，但最后结果却是预测失败。回头再仔细一看，两个地瓜挂得一高一低，似乎影响了 Goro 的判断。今年是世界杯橄榄球赛首度在亚洲举办，自9月20日到11月2日，为期约7周的球赛，日本队把握主场优势，赢得首场对战俄罗斯队的胜利，接着还爆冷门，以19-12击败世界排名第2的爱尔兰队，相当期待日本队未来的表现。世界马拉松纪录保持者肯亚长跑名将埃利乌德及普乔格首次成功的在2个小时内跑完马拉松全程，这项成绩在田径史上被认为具有人类首次登月一样的里程碑意义。10月12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一场非官方马拉松比赛中，34岁的基普乔格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成为世界上首位马拉松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马拉松想要跑进2小时大关，意味着需要每公里保持2分50秒的配速，也就是以100公尺17秒的速度进行奔跑，相当于在1分8秒内绕操场跑一圈，而且连续跑100多圈。以基普乔格跑马拉松的速度，普通人冲刺都不一定能追得上。由于这场赛事是英国化工大厂专门为基普乔格冲刺2小时大关而准备的赞助赛，不是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因此他创下的成绩不会得到国际田联的官方认可。但他已经证明了极限是可以被打破的，就像基普乔格自己说的，我不知道极限在哪里，但是我会一直向着它跑下去。NBA 火箭队总管莫雷发表停岗推文，引发大陆网友抵制。不过不受中共官媒禁播影响， NBA 中国热身赛10号晚间照常在上海举行，中国球迷依然热情地为篮网和湖人队的球星加油喝彩。Well, there were a lot of moments this week where it didn't look like we'd get here, but L, I'm happy to say I'm standing on a court where an actual basketball game is going to be played.NBA 中国热身赛10日照常在上海举行，篮网和湖人队的球员在球迷的欢呼声下跑进球场，整场比赛加油喝彩声不断。两队经过激烈厮杀后，篮网队以114分比111分逆转击败湖人队。尽管央视、腾讯都不转播这场比赛，赛前宣称遭取消，宣传看板也被下架拆除，但现场座位几乎座无虚席。The Los Angeles Lakers and the Brooklyn Nets really did happen, but it was very much up in the air. NBA 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本月4日在推特上的一句“与香港站在一起”引起中共官媒群起挞伐，但 NBA 总裁席佛始终表示尊重球员和教练们的言论自由。继马刺队总教练帕波维奇、快艇主帅瑞佛斯和火箭队当家球星哈登公开表态支持席佛立场。10日，火箭队总教练丹东尼也表示会跟席佛站在同一阵线，做正确的事。The NBA has always been a league that prides itself on its player and its coaches being able to speak out openly about political and societal affairs. I just wonder after the events of this week and the fallout we've seen, whether you would both feel differently about speaking out in that way in future. We'll take the basketball questions only. It's a legitimate question. This is an event that's happened this week during the NBA. It's a tough situation. It's very difficult. Adam Silver speaks for the NBA. I work for the NBA.I go with Adam. Whatever, you know, Commissioner Silver will do the right thing. NBA 事件目前已从微博的热门话题榜消失。据《纽约时报》报道，北京当局要求官媒低调处理后续新闻，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美洲贸易谈判。
冬天就快到了，棕熊也在为冬眠准备。美国阿拉斯加州卡特迈国家公园最近举行年度肥熊大赛，让民众挑选出最胖的野生棕熊，冠军最终由编号435的获利夺得。今年肥熊大赛夺冠的获利，胖的就像颗球一样可爱。从2015年起，阿拉斯加州卡特迈国家公园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一周的肥熊大赛活动，借由趣味的方式传达棕熊的相关保育资讯。棕熊之所以会这么胖，是因为棕熊需要花费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冬眠。冬眠期间，棕熊通常会少掉大约三分之一的体重。为了不让自己饿死，棕熊从七月起就会开始将自己吃得又肥又圆的，以预备冬眠。对照一下几个月前的照片，当时的获利看起来只有皮包骨而已，现在变成珠圆玉润的胖熊冠军，是不是十分可爱讨喜呢？在罗马搭地铁却不用花钱，有这么好的事吗？现在只要收集30个保特瓶，投入地铁站的自动回收机，就可以免费换到一张车票。因为罗马常年饱受大量垃圾困扰，市容脏乱，市长正在试行这项回收计划，引来民众的大排长龙，有效的推广环保意识。在罗马的地铁站，民众大排长龙，等着要回收手上装满满的空保特瓶。民众如此踊跃，是因为罗马公共交通公司试行的一项环保计划“回收加旅行”。概念是回收的次数越多，旅行的次数就越多。只要手机安装好 APP， 注册个人条码后，每回收一个塑胶瓶就能获得5分欧元，约1.7新台币，还能用来购买电子车票。一张基本车票费用为1.5欧元，可以乘坐一次地铁，或100分钟时效可任意转乘区间公车。回收30个空瓶就可以免费换得。罗马市民非常喜爱这种省钱的环保方式。Ma io sono dell'idea che se tu coinvolgi la gente, anche chi non ha senso civico lo coinvolgi con i soldi, anche chi non ha senso civico partecipa. Io passerei anche alla fase 2. Finalmente a Roma si buttano le bottiglie di plastica, invece di abbandonarle in giro si buttano all'interno di cose che sono apposite, perché la differenza da Roma è problematica.罗马是全球最古老、最热闹的观光城市之一，但数十年来对垃圾处理的疏忽，在罗马古老的街道上有着数百吨的垃圾，苍蝇经常在古迹前吃着腐烂食物。Ma la situazione è abbastanza disastrosa. Roma finalmente, grazie all'Europa, nel 2012 ha chiuso la sua discarica, la discarica di Malagrotta, che inghiottiva l'80% dei rifiuti prodotti in questa città, ma in questi anni non è riuscita da una parte a fare una seria raccolta differenziata, come ad esempio fa Milano, e dall'altra parte non ha realizzato gli impianti di riciclo che sono fondamentali per una città dove vivono 3 milioni di persone. Se si chiude l'impianto di smaltimento e non si realizzano gli impianti di riciclo sul territorio, i rifiuti continueranno ad essere esportati fuori regione come avviene oggi.目前环保车票计划的回收机放置在3个地铁站中，开始为期12个月的测试阶段，在垃圾回收的同时，也为整顿市容向前迈进一步。好莱坞两大男星麦特戴蒙与克里斯汀贝尔合作演出的《赛道狂人》，重现1960年代赛车界的超狂事迹，描绘福特汽车在法国24小时利曼大赛决战赛车霸主法拉利的精彩故事。除了热血的赛车场面，两位男主角互飙演技也是一大看点。汽车设计师谢尔比受福特汽车委托打造一台冠军车款，目标在法国24小时利曼大赛击败常胜军霸主法拉利。谢尔比找来顶尖赛车手迈尔斯加入团队，两人对于专业的执着经常冲撞企业体制，也让他们排除万难，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进。赛车史上最传奇的福特大战法拉利真实故事搬上大荧幕，由麦特戴蒙与克里斯汀贝尔携手合作的《赛道狂人》精彩呈现1960年代美国福特汽车要在90天内从赛车霸主法拉利手中抢下冠军奖杯的超狂事迹。
But these guys were like the brakes were like the weakest part of the car back then. So what these guys were doing was nuts, going 230 miles an hour and not knowing whether or not you could stop the car. It's a kind of a special breed of person to do that. But that was how that was what united them. That strange passion for that, you know.利曼耐力赛比赛时间长达24小时，是相当考验车手与车队配合的高难度赛事。电影除了激情的赛车场面之外，也刻画性格迥异的谢尔比与迈尔斯为了共同目标互相磨合，独特的互动方式是电影的另一大看点。I was fascinated by the car world, but I learned about it making the movie. And in many ways, I think we tried to make a movie that speaks to people who might not even be into racing, that takes you from zero. And you kind of learn what racing is, what auto racing is at the dawn.赛道狂人在多伦多影展首映之后获得不少回响，麦特戴蒙与克里斯汀贝尔互飙演技，导演詹姆士曼格叙事流畅，三人都被外界看好有机会问鼎奥斯卡奖。如果想要窥探上古卷轴却又无法打开该怎么办呢？英国科学家尝试用超强力光束来破解有2000年历史但却非常脆弱的罗马卷轴，他们希望透过读取卷轴内的文字可以对古代的世界提供新的见解。公元79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致命大爆发不仅摧毁庞贝城，小镇赫克兰尼姆也被深埋在火山灰下。硕果仅存的2幅完整卷轴和4个断片在出土的小镇图书馆中被寻获，但被碳化的卷轴已经脆弱到无法摊开阅读。These scrolls are some of the only remaining material from antiquity. The library at Herculaneum was the only library that survived.From antiquity, and because of that, the material inside is extremely valuable. 这些珍贵古物被送往英国国家同步加速器的钻石光源中心进行检视。英国同步加速器是一种粒子加速器，光束在加速器内会沿着封闭的环路运行。当电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时，会发出比太阳亮度亮100亿倍的光，然后被引导到实验室中。科学家使用这样的强力 X 射线对微小的样本进行细致显微的研究，而不会损害它们。So the idea is essentially like a CT scanner where you will take an image of a person, a three-dimensional image of a person, and you can slice through it to see the different organs. Here, we are going to actually utilize the scroll. We are going to shine very intense light to it, and then detect on the other side to the a number of two-dimensional images.From that, re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of the object, and we will be able to unwrap it virtually to actually read the text in a non-destructive manner. 但是，即使用了同步加速器，还是难以辨认卷轴上的墨迹，因为它与卷轴本身的莎草纸是一样的碳基。于是，科学家们希望在有文字符号的地方，或与空白莎草纸面的密度有所不同，计划用扫描的方式来辨识纸面上有书写文字符号的段落，再创建一种机器学习演算法来解读卷轴上的文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份新研究，把100个人类的头骨与70个6种动物的头骨进行比较，发现人类的头骨也遵循黄金分割比。所谓黄金分割比，是把一条线段分割为两部分，使其中一部分与全长之比等于另一部分与这部分之比，其数值为1.618。新研究发现，人类的头骨中也存在黄金分割比例，但并不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头骨都遵循这个比例。一些哺乳动物，像是狗、猴子、兔子、狮子和老虎的头骨却不遵循这一比例。研究者说，它们的比例在不同物种中各不相同。黄金分割比被公认为视觉效果最好的一种比例。自然界中很多物质，从松果、贝壳、星系到飓风中，都存在这个比例。这份研究发表在9月的《颅面外科杂志》上。面对疾病，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能大幅提高治愈机会，连医生自己也不例外。美国一家新创公司推出一种可吸式的超音波仪器，如投影笔大小的手持探头装置，内建 AI 系统，搭配手机 APP， 就能在手机上显示超音波图像，快速了解身体的内部情况。除了携带便利，价格也亲民许多，有助于紧急患者和偏远地区的居民获得更及时的医疗帮助。
美国一家新创公司推出一种可吸式的超声波仪器 Butterfly IQ， 只需透过一台智慧型手机和一个探头，就能立即检测身体情况。事实上，公司首席医疗长马丁医生自己正是这项新发明的第一位病人与受益者。I was doing the work for FDA clearance for our device, and I noticed a little fullness in my neck, and I was going to ignore it, as physicians typically do. But I realized I had an entire imaging system in my hand, so I took the probe, put it up to my neck, and looked down at the phone, and there was my cancer. So I had a cancer, and I diagnosed myself.因为及早发现，让马丁医师能快速进行治疗，避免后续更多的化疗。这项突破性的发明自2018年推出以来，已被美国成千上万的医生使用。英国的北安普顿综合医院也使用这项设备。The butterflies has absolutely paved the way, whereby clinicians out there can now start seeing inside their patients. They can start benefiting the patients, helping the patients with a good detailed physical examination, again extended by ultrasound findings.Whereas before that would just not have been possible. Butterfly IQ 的新款探头内建半导体晶片与人工智慧系统，只需插入电源搭配手机应用程式，医生就能透过手机或平板及时看到超音波图像，同时提供多种成像模式，让医生能更清楚了解体内状况。有别于传统超音波机器体积大且不易移动的缺点，对于急需超音波扫描或影像检查的病患能提供及时的帮助。其中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同一种探头就能在身体不同部位上使用，节省大量时间和设备维修成本。I think the real value proposition of Butterfly is with a single device you can scan the entire body. With every other ultrasound system, it requires multiple probes. So when a patient comes into the emergency room and they need their heart scanned, their belly scanned, their neck scanned, that's three different probes and that costs you time.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世界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需求人口无法及时获得超音波影像。得益于 Butterfly IQ 的售价比传统超音波便宜20倍，该公司已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来改变这种状况，对偏远地区或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提供帮助。目前已在乌干达和肯尼亚内的偏远村庄开展实施。美国农业部和纽约州府宣布，亚洲长脚甲虫多年来给纽约州带来的危害，现在已经完全根除。23 years later, to celebrate our victory against this serious threat, today we're declaring the boroughs of Brooklyn and Queens free of ALB.亚洲长脚甲虫原产于中国与韩国，是一种异木害虫，对树木杀伤力大。23年前第一次在纽约布鲁克林被发现后，在美国包括伊利诺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共五个州都发现亚洲长脚甲虫的踪迹。受到甲虫感染的树木可以从外表上一些特征观察出来。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些被甲虫侵蚀过的木头用来做展示。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块树木上呢，有这种痕迹，这种刻痕呢，就是甲虫在上面产卵的痕迹。那它在上面产卵了之后呢，幼虫会在里面生长，制造出这样子很大的一个窟窿，所以可以看到对树木的侵蚀是相当的厉害。等到它们变成成虫之后呢，它们就会从木头里面钻出来。制造出像这样子圆形的出口。And it weakens the tree, so structurally they're not safe to be around. Eventually the tree will die. It can drop branches, storm debris becomes a problem. 相关单位得对树木进行检查，砍伐受感染的树木，并阻挡甲虫的蔓延与传播。在美国农业部与纽约州多部门合作之下，纽约州已完全根除亚洲长脚甲虫的侵害。现在，美国农业部还在极力防治在长岛、麻州和俄亥俄州的亚洲长脚甲虫。2019太平洋花彩节在花莲绚丽登场，今年活动以花为主题，结合声光、雷射、光影，打造九大主题灯区，成为花莲晚上新景点。展期到11月30号，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
太平洋花彩节以花莲金针花为主灯，高十米，宽二十米，结合 3D 动画的大型光影装置艺术，搭配开幕限定的星空烟花秀，打造美丽的夜花园，吸引许多游客前往观赏。这个烟火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然后而且这个灯饰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花彩节觉得很漂亮。我是桃园来的，然后刚那个灯光秀跟烟火都很好看。花彩节共有九大展区，花钻光影区，一颗颗闪亮的钻石洒落在大地上，表面镶上美丽的花卉图腾。花样乐园区有适合小朋友玩耍的鸭鸭夜光球、夜光呼啦圈、月光秋千，让游客玩得很开心。球跟呼啦圈很好玩，我又很开心。今天是那个花莲的花彩节，非常好玩，很多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主办单位花莲县政府县长徐正卫欢迎大家来花莲玩，白天看山看海，晚上逛花彩节东大门夜市，体验城市之美。来花莲就是要大口呼吸，轻轻松松来这里交朋友，以及我们看美好的太平洋。所以人家说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有美丽的花园随时迎接大家，很开心耶。花莲漂亮花彩节展开期间到11月30号，2000多组 LED 灯组成的我爱花莲稻穗花海，邀请大家来逛美丽的夜花园。泼水节在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大陆云南省是盛大的传统节日。屏东县里港乡定远自治社区办理第四届云南美食文化季泼水节活动，让民众体验多元民俗风情，了解滇缅文化。大人小孩奋力地互相泼水，象征用清水洗去过往的不顺遂。现场还有各项滇缅美食及文化展示摊位，让来宾都能体验及感受滇缅的文化。这个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元素嘛，他们都喜欢这个银泡啊，还有这个银泡啊，都把它都是用手工做的。它的特色就是我们少数民族的花花绿绿的颜色啊。云南的少数民族8至9种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会希望说除了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外，也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香料植物然后我们的饮食文化，把这个特色就是推展出去，让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越来越好，也有一个就是让这个滇缅的这个历史文化、饮食文化不要失传。穿着各种不同族群的服饰，跳着各区特有的民族舞蹈，定远自治社区居民滇缅籍的比例超过90%，为南部滇缅后裔的重镇。有鉴于年轻一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及认知，滇缅民俗文化协会希望透过活动让年轻人承传，也让民众能多了解滇缅风情，感念当时这个滇缅军的一个滇缅的一个精神。那我们也更希望云南的美食能够透过不管节庆、透过活动、透过文化，能够在这个各地都去发扬光大。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台湾同胞就跟他们是一样的，同一个手足的同胞，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是30年了，每年我们都会来支持赞助这个活动。台湾滇缅地区族裔的分布，除了桃园的中壢、龙岗，中部的清境，南部地区都分布在高雄美浓、六龟及屏东里港一带。透过举办滇缅民俗特色活动，期待更多外地游客前来认识不同的族裔文化。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